别蹦跶，别蹦跶，迷糊，你别蹦跶，你别蹦跶，你别蹦跶，迷糊啊！真是搞笑，小迷糊，你别蹦跶啊！小迷糊，一会儿想不想吃好吃的了你？迷糊想玩儿，来，小迷糊，你坐这儿来，你坐这儿好的。小迷糊指定长得快，老铁们，小迷糊大子，过来，迷糊，迷糊来，过来，迷糊来，过来来。你看，家人，你看我总说小迷糊啊，但是我肯定心疼迷糊啊。你看我都不舍得，我都不舍得揍迷糊，就往屁股上打，我就往屁股上，回去就回去迷糊，啊，我就往屁股上揍。这小迷糊跟我最对，他跟我是真不对付，知道吧？小迷糊大子跟我是真不对付。啊，咱家狗粮啊，家人啊，咱家狗粮买狗粮赠送火腿肠，再赠送两罐罐头啊，再赠送两罐肉丝罐头，家人们，肉丝罐头啊。哎，为红灯的呀，赛场跑赢。你往哪儿躲啊？一会儿嗨你，嗨你，啊，嗨你！你往哪儿躲？小明，你瞅你长得，啊，全国都找不着跟你一样的，啊！一会儿，真的是你老爷跑遍全国啊，跑遍整个上海滩，都找不着跟你一样的一会儿，啊！老爷上个一线城市，上个大上海。老四，小迷糊，特意老爷想给你找个媳妇儿啊，在上海他都找不着跟你一样的迷糊，你说说吧，你这狗蛋子啊，你说长得多有特点啊，小迷糊蛋子，下回老爷带你上上海滩，我要带你去上海滩的话，你不得跳那么黄浦江游泳去啊，啊，迷糊，老爷能拦住你，我都怕我拦不住你，我都怕我拦不住你啊，迷糊。一个猛子扎他妈在黄浦江里去了，啊！你一下就出名了，迷糊！我告诉你，下回一意孤行，小牛大的愿意一意孤行啊！不知道迷糊，我就喜欢说他。看小牛蛋子啊，不知道，迷糊，坐下，迷糊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，迷糊，坐，坐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迷糊，坐好了啊，不知道啊，我先放零食啊，放零食，放这个位置上啊，好，闻过了，小牛蛋子闻过了啊，闻闻迷糊，闻闻，闻过了吧，是不是？好，来。来，牛蛋子，不坐着来，还没调好呢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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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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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好了啊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哎呦我的妈，磕头了，小迷糊磕头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他妈让小迷糊大哥给秒杀了，15秒46，小迷糊蛋子获得了15秒46的好成绩，15.46啊！咱们这个成绩足以让我们全家狗蛋子啊，家们啊，为之骄傲啊，值得让我们。
次骄傲啊！感谢，感谢我百合姐姐，感谢我静文姐姐送来的祝福，谢谢姐，谢谢姐姐送给小迷糊的祝福。我靠，小迷糊开始庆祝了，小迷糊蛋蛋现在开始庆祝了，家人们，庆祝第一名了，看不着，小迷糊高兴坏了，我的妈呀，小迷糊蛋蛋奖励零食。小迷糊蛋蛋高兴坏了，家人们，他已经庆祝上了啊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，家人们啊！这狗蛋子果然不一样，这狗蛋子果然不一样啊，家人们，给小迷糊嘚瑟的啊！家人们，小迷糊蛋子是不是第一名？别着急太早，家人们不要着急太早啊！还有小石榴蛋子没出场呢，腐妞蛋子和小石榴蛋子都没出场，家人们，小石榴和腐妞都没出场呢，咱们不要高兴太早了啊！接下来有请我们家小石榴蛋子闪亮出场，来，石榴呢啊，家人们，进去进去，老大进来，进来老大来。来进来进来进去，小明进去，快进明快进去去去去。小明大的现在也可以，他现在是咱们啊，他现在是稳稳当当能拿第二名了，知道吧？但是还不一定能拿第一名啊，因为咱们家还有小石榴蛋子呢啊。来，有请我们家，咱玩完游戏，咱一会儿吃烧鸡，老铁们啊，玩完游戏，咱一会儿给他们吃鸡，今晚吃鸡啊，家人们。先给小牛蛋的奖励，老铁们啊，咱也不偏心啊，咱这说先给小牛蛋的吃，不算过分吧，老铁们啊，咱也不给小迷糊多吃，咱是说先给小迷糊吃，不过分吧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，一点不过分吧。五十元吉尔棒几袋？五十元吉尔棒那是十三袋，十不十十一袋，那是十一袋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先给小迷糊蛋子吃啊，别的狗子但是也有份儿，别的狗子也有啊，两个鸡腿安排上，必须的，那必须给小迷糊蛋子安排两盘鸡腿，两个鸡腿，那都板上钉钉的事儿了，那都啊，这个鸡腿它的肉和这个鸡腿上面这个肉，家人们啊，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啊，这两个鸡腿子给小迷糊蛋子吃啊，家人们，然后呢谁第二名，老大第二名吧，老大也有份儿，哎，真的都有份儿，咱就单独给小迷糊蛋子奖励就行了，家人们，谁让小迷糊蛋子获得第二名呢，获得第一名呢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行了，拉倒吧，咱直接给小迷糊蛋子奖励啊，家人们，但其他的狗子都有份儿啊，老铁们啊，三兄弟不是那种偏人偏向，不是那种偏心的狗，那个人啊，不是那种偏心的人啊。来，牛蛋子来，牛蛋牛出来，来，来，小牛啊，你看。我咋了，黑不溜秋的，这是乌鸡，迷糊呢，迷糊，迷糊来呀，这个是乌鸡，迷糊你看看，你看什么玩意儿吧，你迷糊，
然长得挺吓人呢，说这玩意儿长得。这小牛蛋说这玩意儿这香呢。你说你看看，你说你看看香不香？你说胆小，你说胆太小啊？却黑的。害怕啊，他害怕，小牛蛋害怕了，家人们。盆里是啥？盆里是乌鸡，家人们。牛蛋来，来给个鸡腿闻闻，来牛来来来来来牛来，你闻闻。过来牛，这个你就敢闻了，来，这个你闻香不香？香不香，牛儿？你们别瞎叫唤，我的妈，给小牛吓的。哎，香不香？没事儿，这不乌鸡吗？我的妈呀。来，明儿还给你，这不乌鸡肉吧？这多香啊，明儿看看。牛给你咬一口，来，再咬肉肉，来，你看给你吓的，你是第一名啊，迷糊，香不香？是不是香？牛来来来，再给你个，还有一个呢，牛来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牛来来，牛来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没事儿，你赶紧过来吧你，你看你那大小伙子，你快来牛来，给骨头子，给骨头这个这块肉，黑的，你看自己黑的，跟你鼻头一样黑。你平时是不打他，就像你这种智商的人就不要在我这看直播了啊，就基本就别不要在这看直播了啊，你都看不清，你都看不明白是咋回事儿，是不是？你都看不明白是咋回事儿啊，老铁，是不是？来迷糊来，你看那小小鸡多好啊，迷糊看，你看迷糊，你看，你看看去，明儿你去，你去看明儿，那是啥？去，你看去。迷糊啊，迷糊，你看看去去。啊，你去看，你去看，迷糊去，去看去去。哎呀，我迷糊这胆儿，我得锻炼锻炼他呀。那小迷糊，怎么怕烧鸡呢？你是？来，迷糊，这，来，迷糊，给。这行了吗？这不一个味儿吗？嗯，香不香？啊、嗯，这给迷糊大人吓的。你看我一走开，他还是不敢靠近这个啊。你看。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把狗蛋，把其他狗蛋也放出来啊，其他狗蛋也放出来，咱分一分这个烧鸡吃啊。